公交车道，公交车道七年到十年限行，前方300米内，路中有一家餐厅，请不要停车。
Thank you.
北京时间每天下午7:30到9: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国天下财经要闻。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全年直接营收达到4460亿元，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国产首台高原高寒大直径硬人掘进机曲域先锋号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下线，将用于青藏高原的路网建设。这是目前国产最大直径的敞开式硬人掘进机，也是世界首台双结构硬人掘进机。工信部、中国银行共同签署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下一步双方将加强信息共享与资源协同，共同探索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十四五”时期中小企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北向资金昨天净买入15.94亿元，结束连续三天净卖出。东方财富、世兰威、TCL 科技分别获净买入7.53亿元、6.58亿元、4.88亿元。药明康德净卖出额居首，金额为5.01亿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最近宣布，葡萄牙经济复苏计划获得欧盟批准。据了解，葡萄牙此次获批的经济复苏计划涉及资金总额166亿欧元，其中139亿欧元为欧盟提供的拨款，第一批资金计划在今年7月拨出。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加拿大通货膨胀率上升到3.6%，为10年来最高水平。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频，经济之声音频节目全面为做中式财经特别端，明后公布中式和民和特端广播节目实时在线收听广播回放。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广告之后，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欢迎锁定经济之声，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我们相信稳健方能致远，我们坚持专业创造价值，助力投资者分享经济成长的红利，是广发基金不变的初心。
致敬百年，奋斗路上，清洁保暖就选太阳雨太阳能加空气能太阳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外公布，首批科创板上市股的数量为八。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这场重头戏，如市场此前说，美国政府将大对科技公司监管的一个影响，如果是可能性的原因，我说过。连接首都内罗毕和港口城市蒙巴萨的蒙密铁路，是中国企业常见的非洲第一条标准化铁路。北京时间每天上午7:30到9: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广播天下财经要闻。CNR Global Days，CNN Important。这个
江西南部河水市从二三年底南加江西南部%。法国巴黎股市 Puxi 指数报收26.26点，上涨0.2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15727点，上涨0.1%。再来看一下国际油价，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04美元，下跌1.11美元。洲际交易所布伦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3.08美元，下跌1.31美元。上海原油价格夜盘下跌，主力契约 SC 2108以每桶448.2元收盘，每桶下跌10.4元，跌幅2.27%。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下跌86.60美元，收于每盎司1774.8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货报收每桶9316美元，下跌3.52美元。国际汇市方面，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兑日元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89%至91.94。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6.4484元，1欧元兑人民币7.6870元，100日元兑人民币5.8455元，1港元兑人民币0.8305元，1英镑兑人民币8.9848元。好，下面有请中国银行外汇分析师周岩点评国际汇市的情况。周岩来分析一下近期欧元走势。好的，那么近期欧元是从1.22上方震荡下跌，美国三美联储利率决议之后呢，欧元快速跳水下破1.29次大关，是创下去年12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欧元结束自四月以来是仍然是下跌的，原因呢是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倾向逐渐分化。俄罗斯的欧元央行利率决议中是重申了其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立场，利率呢将会维持在当前或者更低的水平，直至呢接近宽松目标，同时继续以最快的步伐进行资产购买来帮助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前者央行官员是表示呢，无论退出资产购买都是上涨，但是短期内呢不会主导货币政策。而美联储则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降息压力，上周公布的美国的五月核心 CPI 同比增长是高达3.8%，高于市场预期来通胀目标。在通胀的压力之下，美联储周三呢将首次加息时间预期提前到了2023年，并且呢这样缩减资产购买计划展开讨论。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的转向使得美元持续大幅上涨。从技术面上看，美国对美国消费支付率的表现呢转为回调的走势，多方面下跌连续下挫6.8%，到1.2103到1.2的关口，下一步将试探1.1的关口一线。
投资者可以从8.62元的美元，直接开始用1.1825元，之前的价格看在1.2元不是吧？驾驶车辆，一路去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人保相伴，一路安心享受更贴心的服务。人保车险，24小时贴心服务，保证你我出行。微信搜索中国人保财险小程序，一键下单。生命垃圾桶就选 EPO， 轻奢生活新风
合作项目在大会三级市场成功签约，协议总投资为267亿元。这些合作项目中有不少位于长三角区域，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长三角新型显示产业价值链水平，把长三角地区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在黎智库集成电路研究所光电子产业研究室主任耿怡，在这样的一个大会上，整个显示产业上下游的企业也好，专家也好，学者也好，都聚集到了这里。那来到这里，可以根据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形势，对未来我们产业应该走的方向进行一个判断，进行一个分析，最后达成一个行业的共识，共同推动我国新型显示产业的一个快速的健康的发展。根据国家工信部相关数据。商品和共享特点是功能强。